首先介绍是我们立法委员李玉林服务处的主任秘书，好，潘宝凤来跟大家挥挥手，谢谢。接下来介绍这位大家耳熟能详，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前乡长叶发海乡长，掌声鼓励。接下来是我们严中杰的秘书，我们的主任秘书于远禅先生，我们是员啊。我们张兆良议员的秘书尤旺福尤秘书，好，辛苦大家了啊，谢谢。我们客家事务局的局长，我们的蒋杰安蒋局长。好，有啊，他还有公事要办，所以他刚刚有跟大家问候一下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我们请到那个李玉林，我们的秘书，我们潘宝凤秘书来，张姐举报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好，通通一起啊，来，这边。今天看到这个气氛啊，好像。是不是都是原住民的？这个场面，姨妈拿露鼠，姨妈神社潘宝凤，姨妈叶发海，姨妈于远才，嗨！我是改燕，不是不干啊！还好我讲你们有明白哈，我有讲你们有明白吗？没有明白没有关系，我慢慢讲你就明白呢，哇！今天太好了，能够参与这样的盛会。我是立法委员李玉林的特别助理，那这是我们的叶乡长，那这是我们的余主秘，待会也会跟我们所有的家长们问候。今天我们首先要感谢每一位辛苦的老师、主任，还有我们的园长，为我们的小朋友设计这么精心，当然也是我们所有的家长共同的努力。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太精彩了，刚才看到玉言，所有的家长都抱着非常的喜悦。立法委员李玉林，刚才我在来的途中，委员特别交代，一定要感谢我们园长带领我们所有的老师主任们，你们的辛苦，当然更要感谢所有的家长，你们的辛苦，让我们一起分享孩子们的成长，未来孩子的成长都是我们大家的希望。祝福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以及所有的家长老师们，每一位看完这个活动回去，我们的龙潭明天会更好，各位家长们，我们的小朋友明天也会更好，祝福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祝福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的严中杰的秘书于远才，于秘书来讲几句话。谢谢主持人，大会主持人，我们最认真的叶园长，在座啊，我们最敬爱的叶乡长，还有我们立法委员服务处的主任秘书潘老师潘教授，还有各位老师，各位敬爱的家长们，还有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啊，我在翻我们的请帖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们是以龙潭幼儿园的园长叶义娇来敬邀我们贵宾，还有所有人家长来参加。我想我们幼儿园的前身呢、叫龙潭乡立托儿所，只是在前身呢、就农业社会的时候，在龙潭乡社区托儿所，以前是农忙时期，把小朋友带到我们社区活动中心。让老师们保姆们带小朋友，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，我们现在呀、已经是幼儿园了。我们刚才听市议报告，晚上有九个精彩的节目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啊，台上一分钟啊，台下十年功啊。这些小朋友要教导他们动作一致，我想非常不简单。而且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代代小朋友，我们幼儿园小的老师啊，都是有证照的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。
外面托儿所一家一家倒闭，为少子化的关系啊，我们乡里托儿所、乡里幼儿园，应该讲桃园市立幼儿园，能够受到大家家长的重视，能把你们心肝宝贝啊带来我们幼儿园，放心的交给我们老师们，我想是最明智之举。我过去在公所担任过组织秘书，也担任过托儿所的所长，我最了解我们老师啊，就把小朋友当作自己的子女在看待。我想我最敬佩各位老师们，今天小朋友已经毕业了，当初一两前两年前啊还不懂事交给幼儿园，想不到今天能够上台在舞台上表演，真不简单。代表严中杰一言，感谢各位老师们，恭喜各位小朋友们，也感谢各位家长放心的把你的小朋友交给公立的幼儿园，感谢大家，什么太感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